电源的话， 它是全部这样子 This is the power 接在一起的 可是只能接一面这里 不能连这边的线也接这一条 那绝对会烧掉，绝对会烧掉。然后先开始接给你们看。 It seems that this is the problem lies in your life picture. For LED lighting, you don't need blaster, no need for the starter. So, once you cut it, you can put these four wires together. This connected to the power cord. 这个以后就存起来当做那个，然后这边，实际上用这盖就有了。 Put all the wires connected to the power. This is the power cord. Twist them. 然后全部都用在一起。 Yeah. Bundle them together. 卷在一起。 Yeah. 啊，如果因为我们这是工具嘛，啊，有的人用手。 卷一卷，然后用 tape 贴也 OK 啦。Yeah, twist it by clip or by tape.好。All fine。然后就换。换这一边。等一下，等一下。好。好，换这边。这边一样，我要贴这一条，也是这一排而已。所以你只要一个线路，只要一条就好。其他的都不要。那我也想动。那我这样。 等一下，Cooper，which you want to cut? And then, 那边呢？Yes。那边都不要。你就看嘛，接到那个 blaster 的地方都不要啊，这个不要啊。不一定，就是只要这三条就接一条就好了。只要一条线，它只有一个，它都有接到线。接到线，嘿。 OK， 你看这条有这条，这个也要留这一条，其他的还要缩短，因为没有必要留的那么多，切那么。没有啊，这个有连接到这个不用了。嗯？不是有连接到这个就不用了。对啊，可是我要线啊。 我还是要一条比较长的线啊，把它们放在一起。对啊，你要不然你怎么绑在一起呢？你既然有线，就把它完了。最中间的都把它剪掉，有没有 ？Cut them off。Cut it off。 有没有看到我都把它剪掉？还少一条，那个。没有，我等我一下。少两条吧。对。哦，天哪！ 看得到，不管你的灯具是三根还是两根的，还是四根的，都一个道理就对了。那条切过来，这个从这条会不会太短？会太短。哎，好像刚好。把这条做好。不管是怎样，我们就接不够长，再把线接上去就好了。 Put them together. This is the connection. 放在一起要干嘛？哎，你才能通电啊！你才能通电。Put them together. This is the wire to the power. 连电源就可以通电啊！你直接插电就好啦。我不要这些东西啊，他们是透过这些东西，它才会发电的。它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它不会亮的。对啊。You know? 你们说 inside 住，然后这个是 no need， 你就可以把它 screw out， 来 super 把它整起来。应该在这里，先把这个弄好再去。没关系啊，他们看不懂。重复的。screw off the blaster。 主要在镜那边，镜照片。我先转这个。
Sweet.